要送给鸡汁的啦，网友要送给鸡汁的。转交给中天记者，空投给鸡。我也看不懂为什么什么什么鸡这样。我想问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啊？那你知道它是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吗？我其实也不知道，我想要寄到单就送过来了。然后你们就可能那个什么收货的人知道怎么处理吧。